你还挺坚强，给你检查一下子啊，看看怎么样。好，兄弟们啊，开始啊，开始。这个是涂了咱家小黄纸啊，护眼精华液，半个月啊。从这儿库斯干下来，往这面库斯干下来啊。咱们先从左面，从左侧啊，从左侧直接给它推到中间，啊，推到中间啊，兄弟们。 修这个小灰灰疼不疼？你们就听这个呐喊声啊！如果说这个有这个，啊哎呀妈呀的声，那是必疼啊！如果说非常安静，那证明咱们这个修的，证明咱们这个产品啊还是可以的啊！哎，左侧先给它干下来一块儿，放一边儿，继续啊，继续。 有的兄弟又说了，说给打麻药了，这怎么无动于衷呢？难道真的很享受吗？这个修脚啊，确实啊，确实，毕竟这个名誉出手嘛，对不对？他是带点享受的啊，特别享受的修剪这个过程中啊，短短几分钟，哎，值得回味。嗯，感觉还可以吧？ 还行还行，修的舒服不？挺好，挺好啊。嗯，这个兄弟说了，说修的还真是身心不错啊，真心不错。本以为挺疼啊，但是其实咱们一动手之后啊，还真不是说想象的那样。特别是怕疼的兄弟们啊，一定记得找明玉啊。这面是从这儿吧，咱们换个姿势。 就这个啊，兄弟们，就这个。哎呦我去，又下来一块儿，非常好。继续再轮它，啥时候把这个坏甲全都给轮下来了啊？ 那咱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。去！哎呦我去！一点西瓜汁没有啊，兄弟们，一点西瓜汁没有。 它这个其实正常涂20天啊，20天的话感觉还能更舒适一点啊。咱们提前给它几天给它修的，属于，所以说稍稍微微的差一点的火候啊，嗯。